小红帽准备探望奶奶，妈妈对她赶忙交代，听说最近外头总出意外，有变态这小路容易破盖，她出发大步迈向奶奶家，大灰狼从树上落下，她堵住她拦在地上闪着要去干嘛，小红掏出两把点三八， She's like move 给老子爬，你我不知道你想干嘛， move 给老子爬，赶紧问奶奶让你往里脚丫， move move 给老子爬，别我不知道你想干嘛， move move 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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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灰狼 escape，小红帽 call her way， 经过种满了鲜花的小路，给奶奶带朵玫瑰，一句不会，眨眼天已黑，忘了妈妈的教诲，她抱着狂奔推开房门，看见有个人躺在床上在读安徒生。奶奶奶奶奶奶，你耳朵怎么这么大？乖乖乖乖乖乖，你的 flow 怎么那么炸？奶奶奶奶奶奶，你嘴怎么那么宽？突然身后门被踹烂，狼狈轰翻，奶奶手握一把点三三， and she's like move。给老子爬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， move 给老子爬，敢碰我龟孙让你原地爆炸， move move。